你还是赢得了我的心。云晨，是我，我回来了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陆总，陆总，请问你们陆振展假婚的事情是真的吗？是不是记者小姐故意伪证的？陆总，解释一下吧。陆总，回答一下。陆总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怪云晨，也不怪这位妹妹，是我来的不巧了。之前是我先离开的，虽然事出有因，但是，哎呀，你们不要乱写这位妹妹，要怪就怪我一个人就好了。请问徐小姐回来是为了陆总吗？两位是要结婚了吗？两位现在什么关系啊？陆总会和顾真真这个替身离婚吗？陆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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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徐慕云每次都演主角，而我只能跑龙套。但那又如何？我也有小粉丝呀，你看。小粉丝，我接到你主角了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喜爱的。哎呀，正好正好，加油！啊！这脾气怎么一模一样啊？穿过雨的边界，来到你走过的晴天，无数光的瞬间，想起你温柔的语言，你会你为什么不早点出现啊？好了好了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像童话世界幸福的情节直到永远。但你也不是属于我的呀，你是我偷来的，我看透了你的心，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，你的回忆清楚的不够彻底。好了好了，回家。尽管如此，你还是赢得了我的心。